我相信我应该是唯一一个邵逸夫爵士请吃饭不去的香港演员。不是因为我厉害，是因为第一，我那时日拍夜拍，拍到死咁滞啦，难得有一日休息，喂，唔该你啦，俾我瞓翻阵啦吓。咁啊，第二，咁我收到风啊，就话阿 Sir 咧就问嗰啲左右手，就问嗰、那个系乜嘢节目嚟噶啊？条友仔男唔男女唔女吓，讲嘢又咪好咪舌啊？你哋到底点搞噶？好衰唔衰啊？条友仔同阿 Sir 讲，阿 Sir 啊，嗰条唔系友仔啊。佢係叫做乜太啊！而家全香港觀眾都好中意佢嘅，係我哋個台嘅收視冠軍嚟嘅。阿 Sir 即刻，唉，既然係咁樣，咁你話我見到阿 Sir 仲有啲咩好傾啊？嚇，佢讚個節目，我又知道佢講緊假嘢；佢鬧個節目，咁我又冇理由頂翻佢轉頭嘅。嚇，所以咪唔見好過見咯。聽首歌好過啦。Bubblegum 嘅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yeah！法仔五马啊，陈玉莲、阿红、何友啊，董彪、郭仁彦、陈友，个个都掂。哇，万玉、高飞、郑浩南，成灰关最多戏演。紫薇、青霞，是不是有？胡慧中、许冠杰、吕方，沈殿下、玉玲、要看余慕莲。朝伟、计普、巩、许冠文、叻沙姐、明啊、张文迪、龙朝阿志、万子正义、牙力实咬颈、朱宝义、崔杰、郑丹瑞、殷杰、新鬼子、为啊最潮祖贤、Eglin and Blue Jeans、Colin and Albert Al、麦嘉丽、小田石天，经过风霜先有。仲有石修同埋李修贤，叻三宝最佳细 Jackie 功夫威尖熟多计，边个得体美服有身段喎、哦，嚟自个有曲线咯，叻满天星万千火星，粒粒够劲，粒粒够盛，曲中可有遗留也正。笑声救地球。